咁咧，其實我都用咗呢個 vlogging 嘅相機幾日嘅啦。咁我而家用緊呢個 model 咧，就係 Sony 嘅 CV1。原本咧其實係想買嗰個平價版 CV1F 嘅，咁同埋係最近出噶啦。但系咧到鋪頭嘅時候咧，一試上手咧，因為 CV1F 咧其實係定焦鏡，咁我就唔係好識啦。但系我一用佢個 zoom 嘅功能咧，就發現哇，好似有啲似以前咧2000年代嗰種數碼相機嘅 quality 喎。咁如果既然係呢種 quality， 咁我覺得不如用手機啊，或者其實用翻我旅行用嘅Osmo Pocket 咁樣拍啦。咁Sony 嘅 CV1官方嘅價錢咧係5000美啦，而其實我最終咧係去咗旺角嘅鋪頭買水貨，咁佢嘅價錢咧最後就係4,110咁樣啦，所以都爭好遠嘅。咁但係水貨咧其實都冇乜大分別啦，因為佢嗰個 language 上面咧其實佢已經有曬所有嘅語言嘅，咁我揀中文就得啦。咁然後插電咧，亦都係咧插翻嚿電出嚟咧用 Type C 咁樣就去插電就 OK 噶啦。同埋點解要拍 vlog 咧？因為咧其實都唔係追求啲咩幾多人睇啊，或者咩 subscribers 啊 ，which 我都冇噶啦。咁但係咧純粹為咗咧自我娛樂嘅啫。咁因為咧我咧拍旅行片嘅時候咧。咁剪片啦，我發現咧剪片咧其實我都幾中意。當我好專心去剪片，去諗下啊啲 sequence 要點擺啊，擺啲咩音樂啊，啲音效點樣整啊，一路去投入去做嘅時候咧，就覺得有啲似 meditation， 好似你煮飯咁樣咧。當你好專心咧，你都其實個人都會幾開心嘅。咁所以都係純粹拍下無謂嘢啊，俾我自己剪下片啊。咁你中意就睇啦。整一個筆嘅動作，唔係筆頭。因為琴日整個意粉，我都自己又影相，我覺得整得都幾靚。White Peppers， 咁呢個都係 for 一啲 big 嘅需要，可以試下。
買咗呢個 hummus， 咁就擺埋落去一齊食啦。開了一個都比較長的會，現在已經是1:00多。其實呢 work from home 真的慳了都不少時間，因為早上我又不需要特別 dress up 去 commute， 可以用這些時間去做真工作上面的事啦。即是當然我其實自己都會抽2-3天是會回 office 跟同事吃下飯啊，傾下偈啊。咁有啲嘢咧，一定要喺 office 用佢哋公司 network 先做到嘅。我自己就 prefer 係一半喺屋企啦，一半喺 office。咁我自己性格其實喺屋企做嘢咧，我自己覺得咧係比較專心嘅。啱啱 TV more 嚟咗超多嘢，我而家要 unpack 先。哇，終於 unpack 曬！呢個係其中一次我哋買得喺 TV more 買得最多嘢。因為我們的冷藏基本上旅行完之後呢都沒有什麼點補充，所以要買一些。Marks and Spencer 買了這個香料，它好像是說是摩洛哥之類還是中東的香料，那我打開呢文幕呢是對路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那個味道，我想像中那種中東的味道。嗯，好像咖喱味，正喔。
熄噶啦，等我熄噶啦，等我一陣。唔係啊，我幫你熄咗，我幫你熄啊。哦，好啊。細過去過咯。大家看我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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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